Hello， 我是 Toby 啊。咁我系一个全职嘅妈妈啦。咁每日咧都用好多嘅时间同住月温习噶。不过咧，自从我买咗呢一支 Machino 嘅 A1 Plus 多功能自学翻译笔之后，真系帮我悭翻唔少心力噶。月月用咗呢支翻译笔之后，学习效率真系提高咗好多啊！Machino A1 Plus 多功能自学翻译笔有学习英语发音同拼音嘅功能。Banana。佢独有嘅拼音教学视频、游戏同互动功能，令小朋友学习英语嘅同时，仲可以享受到游戏嘅乐趣。What's the beginning sound？ 唔单止英文噶，连数学练习同埋双语古诗词一样都可以学到噶。翻译笔亦都配备咗电子词典同录音功能，可以随时随地查阅单词嘅意思，亦都可以咧录低你嘅想法同笔记，方便日后学习同回顾。呢支翻译笔咧，总支援常用嘅14种语言离线扫描翻译，同埋60种语言在线扫描翻译，而且佢仲支援136种嘅在线语音翻译，同埋4种语言中日韩英嘅离线语音翻译。我爱你。愛しています。等你可以轻松同唔同语言嘅人沟通，去旅行一定要带住佢啦。Machino 嘅 A1 Plus 多功能自学翻译笔，屏幕面积达到38平方厘米，等你可以清晰咁样睇到翻译内容。佢仲配备咗500万像素嘅镜头，等你可以轻松地拍照同埋扫描。Machino 嘅 A1 Plus 多功能自学翻译笔，俾小朋友学习言语嘅同时，亦都可以享受游戏嘅乐趣。去旅行仲可以帮你解决言语障碍，咁实用嘅自学翻译笔，你仲唔快啲买翻支？